是春游家族里的中华小曲库。这个难，这个真的难。没问题，绝对成功。周深先亮，显得我很厚脸皮。周深就是来周深，宁姐，周深，我是杨迪。是杨迪，也就是后面只有每个人都对。如果最后答案写的是杨迪，我想先看树一的树一，我差点错了，对，在那改过来了。朗哥，周深，程程，杨迪加油！哇，你画的好好啊！我只需要是周深，我们就赢了，嘿嘿。他俩都太自信了，他俩都太自信了。我不，六个人答对，我就可以答错呀，因为我不是那个本答案本人嘛。当然肯定是我呀，肯定是你呀。这题很容易输，答案不确定，有两个人不相伯仲。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说答案不确定。下一题，只能有两个人答对。春游家族下一句话叫什么？只有两个人啊，只有两个人啊。这不是两个人吗？我没说别人。你等着去淋雨吧，杨希。来，杨迪先来。春游家族全都很俗。好，朗哥，那当然啥都不俗了。程程，我爱吃肉，我爱吃肉。好，林姐，啥都不俗。哇，这三个人只要都错就行。OK， 肯定都错。周深，一定都错。哎呀妈呀！哇，好，葫芦，春游家族特别舒服。可以，春游家族啥都要。耶！感觉这个游戏好像把我们的智商给排名了。超市第一，超市第三。为什么我们三个永远的三枪就是咱仨姐？为什么是三枪啊？因为你们俩太聪明了嘛。对。你们俩很聪明啊。对。这种时候都还得压压。全都很俗。这一趴不错啊。这把我们赢了。厉害啊，来下一题。